篝火圈子朋友们大家好。Hello, 酷我音乐篝火圈子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畅。不好，这死胖子，你给我闭嘴！注意，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跟废物争，不废物。忙去吧，一帮女的在叭叭叭叭叭。看完了，真不错，真是不错，妙语连珠。可现在的我就不一定能说出那样有趣的话来，真不错。有趣的灵魂，万里挑一，好看的皮囊，就是装着它，他不插嘴。有几步带过去？好几步。最近一次直播迟到了？不知道。然后有什么玩儿了？没玩。没有。不高，没有。一到十给自己一点指导。六。我觉得小时候是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，然后现在就是经过社会的打磨以后的画工啊。如果参加比赛的话，就看评判标准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各有千秋吧。小巧思，小巧思，大家看到书的时候就都会看到了。然后有一个大巧思，大巧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以后想要拍摄你比较真实状态的照片，请一定选择比较熟悉的摄影师，这样你在镜头前翻二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很尴尬。最近有入坑阴阳师，打得还不错。不错，就是比拉我入坑的那个人要强。最想担当运筹帷幄的中单选手，有遇见过。有一次是在酒店前台，然后那个前台的小姑娘一直在看我，我心想，我不就是办入住吗？为什么要一直看我？然后后来她说，你是丧辈吗？然后我说是是是，其实有点想去西藏看清河，看看纳木错湖，然后希望如果有这种机会的综艺的话，我就可以参与一下。有想再留一次长发。发色黑色，年纪大了开始有白头发了，适当的染一点黑色有助于看起来健康。现在就不是很黑。我胆子比较大，因为瓦尔虽然看起来很壮，看起来危险不会来临，但是是这样的，就是瓦尔他一旦预测到危险快要来了，比如说在游戏里他就不往前走了，但是我就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就是不畏惧这一切的恐惧继续往前走。虽然我叫得很大声，但是那是勇气的嚎叫。滚啊！圈内好友什么圈啊？呼啦圈。圈内好友啊，那我就不能找比我年纪小的，因为
如果找年纪小的，他一定觉得这个男的为老不尊，疯了，问我是不是最爱的仔。那我就发给大昌哥吧，因为他年纪比较大。咦，他回复了，他说你要是被劫持了就眨眨眼。那你被劫持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黄玲老师，那个不要生气啊。黄玲老师，您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话，就凑合听一下，我实在是不会唱，我现学的，嗯。这个是我现记的谱，然后歌词我搜一下，这是歌词谱。如花似梦，是我们短暂的相逢，缠绵细语，胭脂泪飘落向口中，悠悠听风声，心痛，回忆现在残月中，愁思恨暗生，难重逢，沉醉痴人梦，今生已不再寻觅失去的容颜，叹息冷清花一场，有过往，只剩花前痴梦，寂寞花园，寂寞花鸳鸯，向往是我在做多情种，情深已不动，人憔悴，消散烟雨中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黄玲老师，那个水平就到这儿了。为了补偿，唱一首黄玲老师的别的歌曲。来呀，快活啊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来呀，爱情啊，反正有大把欲望。来呀，流浪啊，反正有大把方向。来呀，造作啊，反正有大把风光。哈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方方爱上爱的表象，迂迂回回迷上梦的梦浪，越想越慌越想，越痒越骚越痒。好了 Bravo。